盛唐有点离谱，五线的辛德勒。哎呦，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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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位会玩的，但是我肯定是要推线，我这个一刚不想打，我要踩兵推线的，不然他玩得太舒服了，你们知道吗？不能让他玩得太舒服了。妈，耗不过。有和杨杨一样。First blood。他距离把控的其实也还可以。说实话，这个人，哎，你要死了！我告诉你什么事情，稳啊！直接开疾跑，我这个血量，我有点危险了。他不带传送。走位，蒙多兄弟，就我蒙多兄弟。想看戏法吗？一把不够，那就两把。难受。操！哎。包杀的兄弟啊！怎么不杀呀？包杀的猴子啊！你一过去分身闪现过去 Q 一下就死了，这不杀。买药呀！有闪现，有闪现。我肯定是死了，反正我死之前多打点伤害。你吃线吧，兄弟，这个线我吃不了了。我要去下了，这波就直接去下了打架。啊，没闪现。下水道英雄怎么玩？现在职业比赛没有人用辛德勒了吗？勾引一下就行。好像被看到了呀。这波太累，失线了，只能说走吧，小猫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
还行，这把今天不用过主动点，这一的去中路不像了。说实话，这种这是一的能上分啊，他是有这个有这个游戏理解的，有这个游戏理解的。我操！有闪现。推进去的，哎，我算了，新刀刀也要推进。大刀打连接一个闪，很赚。AD 也没闪，这样他们交了两个闪，都交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这个渡神是被冰吃的吗？辛德拉有骸骨，说实话不好杀，拔下吧。想看戏法吗？算了 ，AD 是必死的，再上岩穴吧。我们杀不掉的人，意识的就没必要追了，各位。版本，布苏鲁的能量跟不上。你做巫妖的话，你确实能量有点少。你带系带跟我一样，带个系带会稍微好一点，不过你也得省一点用，你知道吧？现在是这样，鱼人现在没有那种十天十美的出装，知道吧？没办法，你出鲁的伤害又有点缺。虽然说出鲁登不怎么缺蓝，但伤害真的鲁登也打不了多少伤害。现在十二秒的 CD 太久了，被 CD 是大砍。以前3.5秒的一个鲁登，现在直接变成十二秒，难搞，你知道吧 ？CD 翻了3倍多，以前鲁登的被动加上灵性箭手术 ，CD 真的挺快的，现在不行了。鱼雷怎么说？好吃。没事，这样我们经济最大化，没关系。就和游泳一样。先四百五，先四百五。走吧，真经典就在画呀，给他无所谓，我够肥了，知道吧？我要是负担机，我肯定不能让队友 K， 但正担机我们尽量把经济拉高一点，无所谓的。鱼的负担机是很需要人起来的。那很危险，我感觉。他真狗头的一枪，刷一下。只要蒙德去断个线，狗头上线的时候就把他干掉就行了。鱼雷，现在打不及 ，OK， 没 Q， 我不用 Q 带走了，拿下，回。
跑一波，下一波你怎么办，辛德拉？催化成石，妈呀，好恶心，留不住啊！木木怎么用头撞塔呀？你看。感谢田心一开通的超粉 plus， 老板大脚，感谢老板的超粉 plus， 感谢老板。超粉 plus 背包里每天都有那个免费的超级虎粮啊，你身牌的比较快啊，感谢老板的 plus。跑得过他吗？请问？大招呢？你来多个技能 A 下走，妈的！蜘蛛闪现帽也要死了。Shut down。中野两个闪，死的有点亏呀。上波追着我砍呀，这波！这一波我打算先拆塔，发育一下。
单挑他这波有大，说实话不一定说百分之百的赢啊。死之前也得把伤害打满。怎么说？喜欢来找我麻烦，拿命打出去 ，OK 了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Come, 你在跟谁作对？这么喜欢找我事？不慌的，他这个吞一术流，十六的一术，吞吞一术流。在拆，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OK. 你很弱，来杀漏，好，一起来，哎呦！我操！辛德拉有点伤害啊。拦下了。这把到时候没什么亮。